各位大兄弟们，这里是币圈老韭菜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加密市场回顾。那今天跌的最惨的，不用说了，就是 XRP 对吧？为什么跌的这么惨？最近一个小时又开始跌了。为什么跌的这么惨呢？就是因为SEC 起诉了 XRP 的两个创始人，说他们通过非法的途径售卖了超过10亿美金的 XRP。所以说呢，我看到消息啊，有很多的大鳄，就是 whales 开始 dump XRP， 造成了恐慌。那我估计 XRP 现在估计是很难跌不休了，大家还是谨慎一点，好吧？谨慎一点，你做空也好，做多也好，也是谨慎一点。现在很不稳的，说不定就又出来个消息，马上暴拉，对吧？或者是阴跌下去，但是它会到一个地方会止住的。这就是加密货币市场，就没有什么可以肯定不会发生的。那明天比特币出来一个消息，什么监管来了，对吧？可能暴跌个 30%， 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好吧？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币圈是非常的凶残，非常非常的凶残。行，除了 XRP 特例之外，我们看到啊，现在比特币这边又开始有所回调。今天啊又早些时候啪又冲上了24000，对吧？最高到24035，现在又回调了。所以说，其实炒币其实是蛮难的。你在这边做个空，对吧？你没跑掉，啪回来好了，又空白做。你不可能在最顶部做空的，这没有神仙的。你要么运气好的在这里做空，对吧？运气好的或者在这里做空，啊，你就反弹，你就亏了钱了，对吧？那你在这边做多，或者你在这边做多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在最底部做多的，在这边做多啊，上去之后现在又回调了啊，你是不是平仓？你平仓赚一点点，你不平仓说不定还亏钱，对吧？其实炒币蛮难的。我没有看到这边 ETH 又开始回调了，对吧？ ETH 又开始回调 ，DeFi 各大币种又开始回调，对吧 ？OCS 今天肯定是血流成河，最重要的是 XRP 今天暴跌了，对吧？那 OCS 肯定是应声下跌，不用看啊。我们再看这张图我们也讲了很多了。比特币相对来说还是一直都在往上走，对吧？这个是 moving average， 这几天的9天的 moving average， 我们看21天 moving average。21天目标还是这个9天太近了。我们把 moving average 都打开。对，我看到21天 moving average 还是比较上面的，这边明显的21天明显的在 daily chart 是有支撑的，对吧？你看21天这个明显是有支撑的，对吧？这里支撑柱往上，这里支撑柱往上，还有早些的时候你看在这里支撑住了，对吧？往上，这边没支撑住往下回来之后，哎，这里有很强大的21天的支撑往上。所以 daily chart 上21天的 EMA 是有一定的支撑的，对吧？从图上来反映。那 S&P 的话还是前天吧，那个英国传出变异消息之后暴跌了，但是昨天又开始涨了，对吧？ Gold 的话这2天跟比特币的走势还是有点像啊，涨了几天，这2天开始跌了一点，对吧？我们也跟美元反弹有关，美元前面跌到89点几，现在反弹到90以上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美元这边在90这边可能是一个支撑位啊，90这边是个支撑位。当然美元肯定是往下走嘛，肯定是往下走美元，这不用看了，又要印个900个别脸出来，对吧？9000亿是吧？900个别脸，对，9000亿出来，那这个就不用看了，好吧？肯定是往下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币。最近一个小时又开始跌了，对吧？以 XRP 领先开始跌，其他的什么 Bitcoin Cash 啊，又要跌破300了，对吧？ Litecoin 啊 ，Litecoin 还是硬啊 ，Litecoin。波卡跌破$5了，对吧？波卡，还有什么？EOS， 我 EOS 真的是这个币确实是比较挫啊，又到2.5块左右了。之前是2.5块，现在还是2.5块。这种币啊，就是没有装啊，没有装就上不上来啊，说实话。你看这个币一年才涨了 5.7% 啊，你敢想象？你能想象，大兄弟们，对吧？在314暴跌的时候也就$2左右，现在还是$2，一年也就涨了 5.7%， 你能想象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。从 all time high 跌了差不多 90%， 对吧？22.7毛1。行，这个 EOS 柚子币啊，确实是不行，确实不行。大家还是远离这个币啊，好吧？远离这个币。我估计 Block.one 啊，已经放弃这个币了，自己都不拉了，对吧？前一阵子大家都在拉，他也不拉，这个我也是看不懂，说实话。Block.one 非常有钱，有钱的你无法想象啊。reserve， 我有一个网站叫什么 Bitcoin Reserve， 找不到了。我们有空讲讲 EOS， 好吧？我们有空讲讲史上最成功也是最黑心的一个项目 EOS， 我们有空来讲一讲。它背后一个公司叫做 Block.one， Block.one 非常非常的有钱，他手上有超过15万枚的比特币，我记得是15万枚啊，但是一下子找不到了，对吧？就两个人 Brandon Bloomer 和 Daniel Lund， 这个人，这个 Daniel 这个人竟然那个都没有 ，Wikipedia 都没有 ，BM 竟然连 Wikipedia 都没有，这个太走的太低调了吧？我看这边有没有。有一个叫做什么 Bitcoin Reserve， 好像是的，怎么一下子找不到了呢？啊 ，Bitcoin Reserve.com， 对，就这个。不是这个。哎，在哪里啊？啊，叫 sorry， 叫 Bitcoin Treasury， 好像 Bitcoin Treasury。好像是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我们其他也不看了，我们之前讲过 private， 对吧？这个 Japan 的门头狗，前面讲过 Mongox， 它有这边要缩小，要不然看不到你们，对吧？要不然你们看不到。我把它缩小，我把它拉过来一点，要不然你们看不到的。我们看啊，门头狗，我们前面说了对吧？要赔偿15万枚。Block.one 有多少 ？Block.one 竟然有14万枚比特币啊！这张图里面啊，这 MicroStrategy 现在有7万多，对吧？这张表里面就是所有大公司的持仓比例。除了灰度，灰度不是靠他自己，是靠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对吧？给他的比特币，他是57万枚。除此之外就是 Block.one 了，排名第二。门头狗这个不算的，门头狗也是别人的比特币的，这个不算的。Block.one 竟然有14万枚比特币，你这个可以想象他们公司多么的有钱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。你看其他人都是2万1万，这个6万9，对吧，已经很好了。Coin shares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什么 Raffle Investment， 这个世界上很大很大的 investment 公司，我们之前也讲过的 Raffle Investment 等等等等，人家都是几千枚的。Grayscale 也就只有7万枚，MicroStrategy 也就只有7万枚，它是人家的一倍，14万枚。Block.one EOS 当年融了40亿美金，现在14万枚 BTC 是多少钱？啊，我没看错吧？现在14万枚 BTC 是40亿美金啊，这是 Australian dollars 啊，40亿澳币，32亿美金。你说 Block.one 有没有钱？这个有钱的一逼，这个太有钱了。Block.one 当年融了40亿美金，他把一半的钱去买了比特币，或者是1/3的钱买了比特币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司融了这么多钱之后，不把钱花在开发上，去买这么多比特币算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是不能理解。Anyway， 我们这种人抱怨也没有用，对吧？反正他割了很多的人。但是我个人认为 EOS 啊，连 Block.one 都不拉的话，那就死掉了，真的是死掉了。Block.one 如果不拉，没有庄拉这种币，这种散户根本拉不起来的，不可能拉得起来的，这种币就死掉了，我告诉你。行，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币吧，这个也不要说了。Celsius Network 竟然已经涨到3块以上了，这个币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币，这个太夸张了 ，Celsius Network。莫名其妙不声不响的已经排名前24了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币。西塔这两天爆了，对吧？阿童木又跌了，大家可以考虑阿童木啊。阿童木现在跌出了一个价值低谷，但阿童木这个币呢也没有庄家，就是你要让它爆拉，我感觉也看不到，爆发力不够，活跃度不够，但是技术含量是有的，也是做事的。Cosmos 对吧？我们知道啊，币安链，币安有两个链，一个叫币安链，一个叫 Binance Smart Chain。币安链啊，它后面的共识啊，就是用的阿童木的共识，对吧？叫做什么来着？阿童木的共识叫什么来着？我一下子记不清了。但他们用的就是阿童木的那个共识。行啊 ，Filecoin 跌是在意料之中，对吧？跌不休，跌到25刀。哎，这个东西从哪里跳出来的 ？Synthetics， 7块多了啊，这个币确实活跃，7块多。RV 跌破80 ，Uniswap 3块跌破3毛5，正常。YFI。大家进入 target 了 ，YFI 跌破2万可以考虑，好吧 ？YFI The Graph 现在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，3毛到4毛之间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价格。UMA 前两天爆拉之后，对吧？今天大幅回调 ，UMA 这个币其实是蛮有活力的，大家可以关注，好吧？我这边也关注了，对吧？这个我把它自动先要停一停。我靠 ，BAT 又到2毛钱了 ，BAT 竟然又到2毛钱，这个有点夸张啊。BAT， 对吧？其他什么 Avalanche 啊 ，REN 啊 ，REN 又到2毛6了，对吧？这圣诞前夕就是喋喋不休啊，看样子确实是被很多大兄弟们说中了。行，看看我这边收藏的币有什么不一样。波卡4块8 ，VChain 这个币其实还是不错的，我个人认为VChain还是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好吧 ？VChain 、Sushi、Avalanche、Balancer、Band 5.5啦，跌的有点凶残啊，跌破6了啊。Band 可以关注一下，好吧 ？Band、Curve， 你看，我跟大兄弟们说了吧 ，Curve 这个币不是特别好的吧？最近跌的有点跌成屎了吧？这个币。7天跌了 25%， 都跌破5毛钱了。我前两天还看6毛多，这1小时跌了 8.4%， 这个有点夸张了。Solana、Serum、Haven 24小时涨了 20%， 什么情况？又有消息了吗 ？Pancake Swap， 行吧，其他也没什么了吧 ？Cream 56了啊。40几刀可以关注了啊，大兄弟们，40几刀。Avagachi Yam 要去掉 Rebase Yam， 真的是我对他也是醉了。Dago 这个币害得我好惨的。Astro Tools Map Upboards。行，那今天的一个 update 就到这儿啊。还有一件事情和大家说一下吧，就是有几个大兄弟说我开了广告，对吧？这道题是送分题，我靠，这道送分题竟然还有人答错，还有人选择这个是考验我的智商吗？行，我们比特币这个到时候再看啊。主要是讲一下这个，就是说有几个大兄弟反映了，我开了广告之后广告比较多，影响了大家的观赏体验，这个没问题，我是宠粉，我是非常喜欢和粉丝们互动的，对吧？宠粉一哥，币圈宠粉一哥。那这样吧，我决定新的视频啊，就像现在这种新的视频啊，暂时是不会开广告，要等到1周以后才会开广告，好吧？就是说一直。就和我很紧密的粉丝或者忠实的粉丝，我一旦发视频你们就观看的，那就不影响你们的观看体验，对吧？你们无广告无损体验，非常的顺滑的这种观看体验，对吧？但是1周之后我会把广告打开，就那些不是这种跟着很紧密的粉丝，不是这种很忠诚的粉丝，那在未来看的时候会有广告，好吧？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，所以我就会这么做。行。那我这个仓位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行吧？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，视频又做的有点长了，说法就讲了10几分钟。好，那再次感谢大家，喜欢我视频的同学们，记得一定要给我点赞，好吧？一定要给我点个赞，好吧 ？Like。行，再次感谢大家，今天做到这儿 ，peace。